雍天会长，您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跟销售回扣，要执行扣押搜索。那是不好的，会长刚才被地检署传唤过去了。向地检署检举会长的人就是车山友副社长。你怎么能一心想要霸占这间公司，为了野心跟我女儿结婚？不能让我当继承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我哪里不够好？给我、明天也胜利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